李思华同海俊杰呢日嚟电台宣传新歌《二次元》，因为疫情影响，唔少艺人嘅工作都要暂停。思华就话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去思考人生，静一静吓，拖一拖，等一等，你又可以拍下拖，又可以生下仔咁啊！咁都得，冇乜嘢做就做下人啦，系咪？睇下个天安排啦，睇下天安排。咁而家思华都有时间了解下佢啲追求者啦。唔系啲追求者，即系唔好讲到好似好多追求者。咁一多系应该有嘅，应该系一定多嘅。咁靓女系咪？好正常啦，正常。系啦，因为我之前一路都好忙啦，咁其实真系冇时间去，唔好话认识人啦。其实同我自己啲朋友去 connect 都冇时间。咁既然而家即系有疫情嘅关系，好多嘢都停咗啦。咁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去了解多啲即係對方嘅異性嘅朋友咯，就可以深入啲去了解，可以進展一下啲關係嘅，我覺得係。另外 TVB 宣布香港小姐竞选和2020国际中华小姐竞选今年都会暂停举行，曾经参加港姐竞选的李思华又怎么看呢？其实 TVB 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好像割了骨肉一样，因为真的太多年是一个经典来的，所以他们要再下一个决定都不容易，但是我都很同意他们的，就是以大众的健康行先，为了社会的健康行先，我觉得 是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决定的，但不要紧，我们下年再来，是很快的。没错。